是桌是吧？嗯，桌啊，对。你开始设定吧。这是弄了200克。200啊。一个成两个成。这第一个。两个成可以跳成不一样的。下面给他跳上去。嗯，不要。那不一样是弄袋还弄乱了，这都是吧？其他跳不跳的点儿，主要是看那个下来的过程。嗯。行了，第一个是。这叫堆台吧，搬动台吧。一。你站后边看，站远点看，你站近了看不来效果。你过来点，你必须站站那看。你再往离远点看。再给我拍两坨。陪人不是，你咋能找呢？他是不是自动弄跳啊？肯定是自动跳。你弄点儿，弄点儿，弄点儿点，弄点儿点。两个拿袋儿了没？啊，我没有拿袋儿。实在自往那儿。那这不是我袋儿吗？上两个成人椅。啊。那边还看着呢。级别都一样。哎。可是主要是看啥？主要他是咋的一个下来窝呢？看来好，那教他接样嘛，他到时候他还装袋嘞，看一个完整的。他输了，他输了，他接。打错了，然后他回来两个，这袋儿要走回去。这是底下这是个传感器，对，这是个传感器。他没接了，但是我还得屁股。这是，这是一个控制面板，控制面板，这是200克，对，200克，200克除以201，202很正常，因为它，你给客户说的时候，它比重不一样，嗯，五点不一样，主要就等于乘200是吧？嗯，然后这个也上200吧？不是，都是一个成就行。200，爸爸，你站远点，拍这个大。中。等等，你刚才找找，是不是弄那个嘛哈？下料了。对。找成员这儿再配，这儿看一下，嗯、是吧哈？嗯。那其实就这就差不多了，就这就可以。实际想换那个，换成100的，是吧？嗯、就可以了。等会儿你别拍，你还拍这，这不三袋了？嗯。这都不用拍，你还拍这？你客户他主要是看你连续几袋的效果呗。嗯。是不是。嗯。这个三档 ，OK， 这都是这个叫发威，这傻瓜式的东西，就这可以了。嗯。一会儿两个成立，这都中了，就这都可以了。可以。你五斤那是单称的，5公斤，5公斤那个是单称，3公斤的，1公斤、2公斤、3公斤的。那就这吧。拿到了。就这吧，就这可以了，就这可以。就这。我给你发了，你拿U盘的没？我。